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陈雪莹，我朋友都叫我雪莹。啊，我叫高虎。高虎，你的名字跟你的感觉挺像。啊。就是让人挺有安全感的。 你怎么会被一个花盆给吓成那样？我小的时候，我妈妈她……她……她……那……她……啊，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对不起。没事，没事。 我不好意思，给，吃块糖，嘴里甜了，心里又不苦了。 其实我小时候也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也整夜睡不着觉，老做噩梦。但后来我就想清楚了，他们都在天上看着，我们走出来了，他们才会高兴。所以，你也，啊。 你这么大的人，怎么会在大白兔啊？我姐爱吃。哦，那个高虎，我能留个你电话吗？行，以后要有人欺负你，就找我。 已经封锁现场了，具体是怎么回事？大约是昨晚上9点左右，根据现场留下的脚印和痕迹，初步判断作案人数为3人。他们趁着雨夜打开门锁，潜入供销社。死者高嘉岭，32岁，事发时被人分别从后背、腹部、胸部连捅数刀。根据勘查发现，供销社财物丢失，初步怀疑是入室抢劫杀人。 死者在最后时刻还要强烈的求生欲，向前爬进树里，最终体力不支，倒在血泊中，留下了他唯一的儿子。他这孩子从昨晚发现他尸体到现在，一直趴在他身上。他的名字叫高阳。 知道你现在很难过，很舍不得爸爸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像你现在这样躺在爸爸的身上，就会破坏凶手留下的痕迹，比方说指纹啊，还有脚印什么的。没有这些痕迹，警察叔叔怎么抓坏你？所以，叔叔就问你一句话：想不想抓住坏蛋？ 行。那好，现在我。
带你走开，让警察叔叔早点工作，早点抓住坏人，好不好？好孩子，来。松一点吧，弹头都关了。轻点，轻点，大点。你今儿差点没命，你知道吗？别说，那小子真挺能打的，他要晚去一步，连带我估计就没命了。啊，没事儿，不是第一天当警察，就是第一天。那你没什么事儿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但是以后还是得小心点儿。听到没？嗯。这个高虎是谁？你管说还在查。这个人6年前在刘青身边，刘青死了，
现在雷乃我从监狱放出来，他要跟着他，搞不懂。不过我总觉得这个高虎有点眼熟，可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他。 那边陆影丹，你见过？这边死的人叫高加岭，据说他有个儿子。我印象中，你郑叔叔说过，他收养过一个孩子，而且冬雨小时候也提过，他有个弟弟，住在乡下。那孩子长大以后，又说去当兵了。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孩子。 他不会就是高家岭的儿子吧？李登元、郑英、高虎，看来他们在下一盘很大的棋。 那我们该怎么办？等着钱救命，我到处借钱，一直借，都凑不够。后来那个刘老大给了我一笔钱，说是买命钱。 以后会让我还的。后来有一天，他让我杀一个人，我当心一横，我就答应了。他跟我说，他晚上会派人帮那个人过境上山，我在那等着。 他一过来，我开枪就行了。到了晚上，看到一个人慌慌张张的就跑过来了，就是找边上那个人。然后我就……尸体呢？因为我从小在山里长大。 见多了那种山里的那些野兽，他们会把那些埋的坟头剥开，把尸体吃掉。所以，我为了安全起见，我还做了其他的方案。喂，过来，留点啊，维持一下秩序。 余队，这边有发现。余队，尸体被焚烧过。
枪在哪儿？回答我，枪在哪儿？枪在哪儿？我问你话呢。枪在我家房间的花盆里。在什么地方？那个花盆里。那个人不是，那个人根本就不是老张。我知道，我爸这事儿，大家一起查了六年，都迫切想要一个结果。但是高阳，这一次我敢肯定，那个人他不是我爸。知道你接受不了，但是我是他女儿，我是有感应的，那个人一定不是老郑。姐，我知道你这六年很煎熬，我跟师父同样煎熬。现在事实就是这样，这件事情结束了，我们都必须得往前看。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，去哪儿都行。我不能离开，我不能离开这里。这六年，我一遍遍的检查尸体，一次次的等待结果。这种日子我也一天都过不下去了，甚至都希望这次出现的那个人他就是我爸，这样案子就可以结了。但是他不是。高阳，作为警察，作为他的女儿，我请你相信我，相信我的判断，好吗？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老爸，仇我给你报了，可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谁在上面？
虎子，虎子，老大，上来。老大，怎么了？虎子，步子大重要，还是胆子大更重要？给我倒杯茶。干成了，从此以后就可以金盆洗手，安享晚年。如果干不成的话，说不定连命都要丢了。如果是你的话，干还是不干？老大，您福大命大，干不干我们都听您的。臭小子，这是可把爸爸吓坏了。雪英，你明天在家吗？老虎，雪雁，你怎么突然来看我了？你要不进去坐会儿？哎，不坐了，我约了几个老板聊事儿。你自己在家呢？嗯。雪雁，我约的那几个老板，他们都抽雪茄。那天我看叔叔抽的雪茄挺好的，你能给我拿两根吗？你这样我跟人家聊事儿，我也有面子。没问题，我爸爸的雪茄全临江只有他有。啊，真的？独家定制的，你拿出去肯定特有面。那太好了，我给你取张。哎，谢谢啊。说五千。你们足足关了我15天，好饭不怕晚嘛。过了今天，你一定会来源广进。钱不钱无所谓，但你让我离开你们这帮土三儿，听见叮咚，得把您照顾好了。以后哥几个要是混不下去了，您还得多照顾照顾。麻烦您，手机，兜里。哥，还得麻烦您，老规矩，抓紧抓紧，赶紧给我套上，等我上午还能再睡一觉。嗯。老大，两箱到了。明白。小白，到了之后去弄些野味儿，把人庆祝一下。别啊哥，我跟你一起进去吧。让你干嘛就干嘛，那么多废话。好的呢。拉起我俩的小手，说：“别怕，我在。”那一刻我就觉得他好像走到哪儿都是一束光，明亮温暖。
我想成为那样的女孩。虽然我这次失败了，但我会努力的。小英，嗯，要相信站在你背后的所有人都是爱你的，会支持你，保护你。但是最难的那关还是得靠你自己克服，要相信自己。高虎，能抱一下吗？最后一次，像哥哥和妹妹的那种。加油。嗯。